组装这一步其实是很苦的，虽然刀剑的结构简单，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工业制品，它的形状是飞镖的，所以需要重复非常多次的微调，真正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很少，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一般的工业产品来看待它。刀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一种心态，只要有使用它就有损耗，除非它是专用于摆设的装饰品，我们是不怕它消耗的，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使用它，这样子才能发挥它的价值，就像在战场上的兵士一样，也很难免会出现受伤这种情况，但对于操作方法我们一定要使用得当，像这种油脆的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多次劈砍，但假如像古代的时候水脆的话，这样肯定是不适宜的，它很容易折断。